我姐到现在没起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她干嘛呢？昨天晚上感冒了，吃奶油灯药。你起床了？头都抬不起。咋的了？中毒了呗。感冒药吃上多了。啊？就感冒药啊，其他的药没吃，就吃了一个感冒。现在啥症状吗？浑身无力，头抬不起来。感觉心跳的厉害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你走医院走，看好走。回护院是跟另一个风湿类员跟感冒员或者吃药给中毒了。没有，昨天晚上就没吃那个吃类风湿的药。感冒员还能吃啊？中毒是不是量大了？可能是量太大了。那咱们等刚刚这一期哦。现在我做太狠了，怎么？啊！直接瞪一睁眼。啊！过一会儿我再睡一会儿，我现在眼睛都不想睁。